我们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海丁娜市长不知道是怎么弄的，把自己困在超大的巧克力兔子里。<笑>没想到韩丁娜市长原来是个大甜心，现在他就快要被搬进树林里了，只能靠我们去拯救他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包在特务阿奇的身上，还有天天。 让我们飞上天空吧！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救命啊！天天，把吊具放下来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天天，快点！阳光让巧克力融化了。阿奇，你现在到峡谷的底部，把网子准备好。没问题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糟糕，我差点就抓住它了。网子。哇哦！莱德，兔子弹开了，现在变成漂浮的兔宝宝了。诺玛，我们需要你马上开气垫船来。开始行动吧。现在只需要把兔子拉到岸上。莱德。 出现一个麻烦了！哦，对，那些海豚看起来太靠近了。诺玛，我要你把兔子拖到岸上，而且要快！救生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韩蒂娜市长，抓住救生圈！你们真是够慢的，不过谢谢你们救了我。 不客气，海蒂娜市长。要是你又被困在巧克力兔子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